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这只狼狗大家有之前有看过视频哦，它可以警戒咆哮哦，而且它有想这个好像攻击的冲动，但是呢，这只狗有一个在我们在训练上面哦，比如说像 IPO 啊那种，好像叫它冲过去咬一个咬捕手的那个这种表演哦，它比较没有办法。目前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它就是它对那个物品的欲望哦没有很高，对物品的欲望哦跟那个警戒防守的那个驱动是不一样的哦，对物品。那种欲望就是猎捕欲，猎捕的驱动哦。我有养过好几只，训练过好几只那个，你拿那个咬捕的东西，或是拿那种球啊绑一个线的那一种，哇，咬得很紧而不放啊，跟你在那边扯哦，哇，那很凶猛的感觉哦。它不是呢，像那个贵宾狗啊，大贵宾啊，常常就有这种表现，但是他也不会警戒咆哮啊，他也是小偷来跟他玩那种，但是他看到那种猎物就很兴奋很快乐啊，他不是哦，他会警戒哦，他也有攻击的欲望，但是他咬的那个物品的那个，就是我以前给他试过哦，他就是咬几口就不太想咬啊，再斗几下再咬几下啊，很容易就松掉，你就稍微拉一下它就松掉，那现在就是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强迫我，我就是要让它哦，就是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兴趣，哦，来看看它有没有进步了，有没有？它以前我这样跟它一拉，马上松口，啊，我让它去站着，它有一个窝在那边站着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哎，等等等等。来来来，过来，那个谁，阿米，来，再拉扯就很好了，只要发出吃吃吃，就是鼓励他这个玩得很好，还让他赢哦，还让他赢哦，让他抢走，让他有一个占有欲啊。再拔了哦，好，拔了，拔了，拔了。棒哦，棒哦，好，在哪里？好，这个很重要，见好就收，好不容易，他愿意去占有，这个猎捕的驱动哦，把它激励出来了，这个没有办法强迫。好，终于，终于那么大，啊，这个狼狗的那个需要的运动量很大。你要让他在室内能够捡球啊，不然他怎么发现？等一下，来坐，握握握，等等哦，等等，等等哦，等等，等等，来等一下，等等，过。哎，来。